KDK Building 的 Boss 一起看设计。大家好，我是一口，我是 Amber， 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是第四集，这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对，好 ，Welcome September 先。那我们其实呢，今天来到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哈，周围都是在起着房子。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看哦，是一个很漂亮的这个 show unit。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 show unit 呢？那原因就是因为这收银设计太美了，底材太美了，对，太摩登，太而且价钱很公道，所以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了。那我们现在是在士林办附近的一个蛮大的 Durman， 它这边只有60多间。然后刚才我们还去它的 Clubhouse 看了很多 facility， 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好，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它的设计有什么吸引到我们两个。每天开场我们两个都是好像满工这样大眼睛，以后我们要找一找晚上的一个屋子去看。我们找一天我们晚上去真正的 live，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闪着黑身啊，早上show unit不给我们看没办法，晚上show unit不给我们看，我们只可以早上啊。对，没关系，我们要找designer了。而且现在是很晒哦，3:30，可是我们10点多才上 live。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找designer。 Come on， 指定动作。 Hello 你好。好，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来，我是 Jack from JCS Design。Hello， 我是 Candice from JCS。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两位，就是这是我们的 interior designer， 我们的两位 designer 啊。另外一个更加，我们要一个美女帅哥，因为每次只有一个人，现在就给大家两个哈，美女帅哥都有。你们是说华语的吗？对呀、啊。哦，那很好，我们终于找到有一个华语 interior designer 是说华语。我就是 from Penang 的，对吗？我是本身 from 槟城。那很好，因为每次我们第一个 season 是广东话嘛，广东话之后哈、很多人要，然后我们这一个 season 就换成中文，然后我们就发现到，哎，我们换去中文之后，很多人都要讲广东话，所以现在就 perfect 了这个。然后如果有观众喜欢听华语，第三呢喜欢讲广东话。然后很多人要当你的华语老师，我早上看了一些 comment。真的吗？他们要 offer 你 private tuition。OK， 谢谢大家，我会继续 improve 我的法语的了。OK， 你的法语会越来越好了。Okay. 好，我们首先呢，其实我们知道这间房子就是刚刚建好，然后这边的就是 unit 也不多，60多间嘛。那我们挑的这一间就是这边的 semi D。那这边除了 semi D 以外，它有别的房子，对不对？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这是属于这边最大的嘛 ，semi D。好，这边的设计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好的一个设计。今年家里边呢，一定要试试它的说话的。看是不是 welcome 我们顾客的这个住到舒不舒服也是很重要，很舒服。说这些呢都是以我们的 space planning， 这个说法都是以 custom made， 定做，因为找配配合它的尺寸啊那些，因为很多人都是买 ready。KDK Building 的 Boss 一起看设计。大家好，我是一口，我是 Amber， 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是第四集，这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对，好 ，Welcome September 先。那我们其实呢，今天来到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哈，周围都是在起着房子。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看哦，是一个很漂亮的这个 show unit。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 show unit 呢？那原因就是因为这 show unit 设计的太美了，底材太美了，对，太摩登，太而且价钱很公道。所以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了。那我们现在是在士林办附近的一个蛮大的 Durman， 它这边只有60多间。然后刚才我们还去它的 Clubhouse 看了很多 facility， 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好，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它的设计有什么吸引到我们两个。每天开场我们两个都是好像满工这样大眼睛，以后我们要找一找晚上的一个屋子去看。我们找一天我们晚上去真正的 live，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闪着黑身啊，早上show unit不给我们看没办法，晚上show unit不给我们看，我们只可以早上啊。对，没关系，我们要找designer了。而且现在是很晒哦，3:30，可是我们10点多才上 live。好，我们继续看一下找 designer。 Come on， 指定动作。 Hello 你好。好，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来，我是 Jack from JCS Design。Hello， 我是 Candice from JCS。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两位，就是这是我们的 interior designer。 我们的两位 designer 另外一个更加，我们要一个美女帅哥，因为每次只有一个人，现在就给大家两个哈，美女帅哥都有。
你们是说华语的吗？对呀、啊，哦，那很好，我们终于找到有一个华语 interior design 是说华语的。我就是 from Penang 的，对吗？我是本身 from 槟城。那很好，因为每次我们第一个西枕是广东话嘛，广东话之后哈、哦，很多人要，然后我们这一个西枕就换成中文，然后我们就发现到，哎，我们换去中文之后，很多人都要讲广东话，所以现在就 perfect 了这个。然后如果有观众喜欢听华语，第三呢喜欢讲广东话。哦，然后很多人要当你的华语老师，我早上看了一些 comment， 真的吗？他们要 offer 你 private tuition。OK， 谢谢大家，我们继续 improve 我的法语的了。OK， 你的法语会越来越好了。好，我们首先呢，其实我们知道这间房子就是刚刚建好，然后这边的就是 unit 也不多，60多间嘛。那我们挑的这一间就是这边的生命第一。那这边除了生命第一以外，它有别的房子，对不对？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这是属于这边最大的吗？生命第一。好，这边的设计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这是你做的？ Okay， 这个是一个发展商、Metric Concept， 它说主要我们它是 apply 我们帮他做他的展览厅的，就是说他的 sales gallery 对。那么主要这间呢，有多少？有4000方尺了。4000方尺，那我刚才问了一下，大概报了一下，就是有2000多的也有，到4000的也有，就大大小小都有了。对对，大大小小都有。好，那你在设计方面你就下了什么功夫呢？主要设计方面我们下功夫就是说，主要我们是配合顾客的要求，就是说他要的这个 concept design， 我们就帮他尽量去做出他要的东西。就里面呢，我们下的功夫可能就是很多的那些细节 detail， 就好像那些 furniture 的 domination， 也是我们会看到啦。就是然后可是是属于哪一个 category 呢？就是比较modern， 就是 modern elegant 呢。Modern elegant， 好，那我们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feature wall。对对，这个是一个 foyer。好，就进门的 foyer。说可能介绍一下，这边就是它的。这个 feature wall 就是放了一个画吧，哈。也没有意识的，是风水吗？不是风水的，就可能就是有一点 resort， 带有一点 resort。这幅画它会给它比较 outstanding。它的 color， 因为我觉得 foyer 第一个形象就是进来就看到什么，就是、那个感觉就是第一个 image， 第一个形象，很 luxury 的感觉，很 luxury。OK， 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 modern 跟elegant 的那个感觉到底是怎么样。好，大家拍过去就看到了，噔噔，好舒服啊！哇，因为这里是一个 semi D 嘛，它的 landscape 在外面真的是很美。那这边的这个颜色为什么颜色为主呢 ？OK， 主要呢，那墙壁呢跟沙发呢，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 family color。那么我们就把它给make it outstanding area， 就是可能这个 TV panel。这个 TV panel 说它就比较来看的有一些 contrast 在这里。所以每个细节，你看每个 domination 呢，我们都很少看到那些 joining。所以我们都把它搞到就是 a piece， 这些 domination， 因为我们的材料不是4×8吧？所以4×8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跟它给带出来？好，这些细节上的东西了 domination， 所以说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类似一个 deco 这样的东西。一口，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必须会有两副连在一起的感觉哈，它可以做到有 3D 的感觉，还有层次感。那很特别，因为通常人家只是一个 layer 嘛，这个就两个 layer 就感觉更加有层次。看把这个，看把这个。那还有那些就是好像说 TV 啊那些，我们把它给hidden 起来，那些 wiring 的东西啊，所以你会看到很乱。所以那 wiring 全部都是在里面给穿出来，下面的这个 recorder 全部在下面。所以 planning 非常的重要，第三个会帮你收藏全部不好看的东西。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像我的家住了这样多年，如果我要加这个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可以啊。就是比较麻烦，可能因为你已经搬进去住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在搬还没有装修好、还没有搬进去的时候，就要安排好这些 wiring 的东西，要不然人家进来你家就会很像我家这样子很多 wire 了。现在已经在开始并置了。现在的 TVK。今天如果你看我们的 ID design， 还有很多 design 做的，它已经会帮你规划好你的 TVK 里面，而且这个是一个 feature wall， 对，是每个 living 最重要的 wall， 他们都会花很多心思去做它的 deco 在这里。而且我发现你用的颜色都是黑色跟 earth tone 的颜色比较多，因为感觉比较 home 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黑色就是比较 modern， elegant， cozy， elegant， modern 这样子的感觉。其实我蛮喜欢这个 category 的，我觉得是很多人都可以接受到的一个设计。今年家你应该一定要试试看的手画店，看是不是 welcome 我们顾客的。
这个住到舒不舒服也是很重要。很舒服。所以这些呢，都是以我们的 space planning， 这个沙发都是以 custom made， 定做，因为装配合它的尺寸啊那些，因为很多人都是买 ready 的，其实买 ready 可能会弄到你的家里，你的 planning 不太好啊。如果是 custom made 的话，它底材呢就会规划好你的 space planning， 空间就比较多，而且舒服度也是配合那个屋主的舒服度。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现在很多沙发呢，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坐着看电视了，喜欢躺着。我蛮喜欢那种沙发可以这样子躺下去睡的，然后一口 demo 下来睡一下，然后我就在这边这样看。然后我觉得有时候要看一下书啊，看一下 in design 的书啊，哇，枝头马上就有了那个气质哎，你看我。大家如果要看这间屋子的更多 design 的话，可以看这本杂志。对，然后在这边，而且要在这种沙发看，你马上就有气质，你看。书卷味就出来了。书卷味。好了，那我觉得 coffee table 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点，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 TV cabinet 已经很特殊了嘛。对。然后沙发就比较二寸哈。对。哦，然后我喜欢它的 cushion， you are so gorgeous。因为你看看他们的沙发，再配合他的 curtain， 都是一个 same 二寸的，那个图是一样的，所以就比较 match。然后那个就会很特殊，这样子看下去对吗？我是在懂的。你可以看看呢，我们所设计的设计图呢，跟我们做出来的图呢，是真实的度是可以达到90%甚至100%，90%+%。这是 3D 的感觉，很像啊，因为只是那个 blind 换取个灯。对。哦。那因为有些灯呢，我们可以找得到呢，我们就尽量配。这个灯也是一模一样的。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设计师，很多设计师做了 3D， 可能出来的效果不一样，而他们的设计师90%+%是一样，而且呢，这个感觉很像是拍出来的。对，它的 3D， 这是我们画出来的。3D 跟真实的是一样哎，哇，好棒哦。谢谢。所以呢，你们找他的话，你不会很像画不货不对的，因为有一些可能就可能会出来的就是有很多改变。可是这个其实我只是看到它的 blind 换去了 curtains， 那么用 curtains 跟用 blind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OK， curtain 呢可能就给你带个比较 soft 了，整个家里就比较舒服，比较 warm 一点 color。 比较 blind 呢 blind 会比较偏向比较 blind 就比较偏向，看了有一些设计可以搭配 blind 了，有一些就不建议了。Brian 会不会感觉比较 rugged 一点点，或者是比较？看你什么 Brian， 刚才的照片的是那种百一圈，好处也是它来定设置来调，你看到那种光线实在。因为这个就 depends 你的尺寸，你的 sizes。如果你太大幅的话，因为这个 wooden blind 它本身比较重，重比较 heavy， 对，所以呢也是说看嘛，道具户呢我们还是觉得比较 garden 来的比较适合，soft 一点，然后整个感觉就有那个 earth tone， 然后衬衫你是搞 elegant modern 的款式，而且感觉也比较很 home 很舒服的。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看看这里的 3D。哇，真的，你看这里的 3D， 跟这个一模一样哈。哎呦，这里是就是这个角度来 camera 来看这里看看，噔，一二三。哇，原来 3D 跟这个，你看看是上面这里，你看到上面这里了，这是90%+%一样，100%是什么？因为比 3D 更好看，多了这两只，还有 extra bonus 给你两个 look。所以基本上这个 space planning 很重要啦，就是我们把那些 space 都规划得很好，一个整个 floor 很重要，就是整个floor 走路的地方啊。好，那么这边它空间大，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 island。这个 island 呢是也是说 two in one 啦，就是说可以还是八号的，也是可以 breakfast 靠的一个。这个厨房很酷啊，全部黑色，再加上 marble 也是黑色的。对 ，black on black， 就是 black marble 啦，是真实的 marble。好，那你看我们的那细节 detailing 都是把它都分得很好，因为 marble 来的都是可能它尺寸有只有8尺，所以我们就要很注意的那细节的东西，怎么样跟它 termination 这些，而且线条啊，对啊，而且它灯光配搭的很美，我觉得这灯很酷哎，这个灯也是我们 custom made 的，很棒哎，因为它这样子照下去就四处都可以有光线，视觉上就。
看得完嘛。如果你 imagine 一下，它放的灯是那种很大块的，你就已经 brought 它这么美的厨房，整个 concept， 而且它是用够高的，就是真的很配合刚才你讲的 elegant， 跟 modern 的感觉，有点带蛮 modern 的。那其实我看到那个dining table 那一边哈，它是属于比较六个人、八个人坐的。那为什么会选？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是蛮 challenging 的，因为你是用白黑，然后再加上这个是属于 brown 还是？对，这属于什么 colors to？ 蛮 challenging， 很少人用这样子的 color。对，属于 brown。因为我们希望说一进来的时候嘛，一进来的时候你看一眼看去的时候，这个穿着很重要，怎么样给它给去那个方向看回过来带出来啊，就是我们以这六张椅子跟两张不一样的颜色来怎么样去给 bring out， 看去又不会很 boring， 全部是一样的颜色。那最厉害，我想你是从这个楼梯，这衣服，这个 feature 在 ceiling 上面的整衣服，这个我们是。另着去到 ceiling， 因为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加了一些镜子，这个镜子呢，就可能给我们带来这个视觉上感觉空间大一点，而且在 dining table double bellf 嘞，对，而且他从第一季讲到我们第二季了，他有他的 reflection 是看到外面的 CBD。啊，不是 CBD， 它的那个 landscape 很美。对啊，因为还有我们用这个gray mirror 呢， gray mirror 呢本身就是比较暗，所以带出来的效果又不一样，跟普通的镜子。很少人会把楼梯这里会提升它的那个 step， 因为我们就把它原本的楼梯呢，怎么样的跟它做的比较美观一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给 hidden 掉那些 step。很整齐，又整齐，看起来它的空间又大。哦，对，而且我觉得 space planning 很好，我感觉怎么样？这边4000方尺而已吗？对啊，4000方尺。怎么感觉大过我家那么多？因为你望上去，它的ceiling挺高，5-6，好像你家这么高。没有，这边原本的ceiling也很高。对啊，原本ceiling比较高。多少个？差不多是11层。11层。11层，因为普通的都是大概9尺、8尺左右。9尺就来的比较低。10层左右，这个是11层的话，就来得更特别。哇，所以感觉很大。它还可以做这种 ceiling， 对。如果你本身屋子呢来得低的话呢，这个东西就可能来得就不太适合。对对，因为像压迫感。而且它又加镜子，感觉像空间变得更大了。空间更大。OK， 那么这个楼梯口呢，本身它这边下面就是一个 storeroom。有一个门在这边下面，那么我们就把它给 hidden 起来，就是有一个 hidden 就是有一个 hidden door， 说看起来就比较美观吧。哇，蛮大的这个 storeroom， 到里面去，到楼梯里面去。因为我们观众朋友呢，很多都问我们楼梯下面的 storeroom 有什么 design 可以做到比较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design，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好，而且我蛮喜欢这个，真的是捏到美哦。好，另一个去了。接下来我们就到 wet kitchen 了，对不对？厨房 wet kitchen， 它的 wet kitchen 很像人家的 dry kitchen， 一样这么美，也是用 marble top， 还有一个 island double island 哦，这个家。就主要这个 island 呢，就可能你的 king 啊那些啊，它可以在这里啊，吃早餐，还有 breakfast 啊那些啊。还有这个 island 主要是 for preparation 啊。就是说你材料食材啊，所以就来的比较空间比较大。而且我觉得用黑色的颜色跟灰色的这个厨房感觉很 modern 呢，对，感觉就很年轻的进这个厨房。而且它 modern 的厨房一定没有 hand 才看到比较 neat， 比较干净，比较 clean cut。主要我们都是以 neat， clean cut 它线条，如果加了 hand 就好像有点。spoiler 的感觉，真的是做得很好，很到位。对，那其实原本他这个房子来的时候，这个 space planning 是这样子的吗？还是有 extend 出来的呢？没有，原装它都是这样子的。只要我看space planning 是我们帮他给 plan 下去的。OK。所以他原本的就是没有你们没有做 extend 到这个房子可以吗？哇，那当时那个地方真的很棒哎。每个空间都感觉很大。我看到刚才这个 laminate， 刚才那个 feature wall 是配合整个 cabinet 的，是从外面拉到里面的，这个很细心。
对，因为我们给他一个系列，这种楼下就给他一个系列，楼上呢就分有分房间另外的系列。因为看底下也是好像看一个设计师的细心啊，越看越觉得他很细心。可是你们 idea 都是两个一起就是做出来的？都有，他们是主要一个 team 嘛，还有一个拍，还有一个很好的助手就是出国。没关系，可是那跟厂家方面呢，你们已经是 propose 这个 3D， 一 OK 了，你们就开工这样子。对，因为最主要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有本身自己的驾驶场。那么说在这里呢，我们就每一个细节来 OK， 那些手工上啊，好，还有就是 delivery 上面呢，就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比较好。哦，你们有自己的驾驶 factory。 哦，驾驶场，哇，包到完呐。来看看他们厨房过来拍多久，因为厨房是很多人喜欢看的一个空地方，一个空间呢，而且你看到厨房就是有镜子，一路煮菜就 Amber 一开始煮就有 double bell 了，就看到自己，就可以保证你是美美的。老公回来的时候也是很美的在煮菜。老公吃饭喽！我觉得这镜子，而且这镜子很漂亮，这是属于 gray mirror 哦，就是它照到人很美，容易照顾吗？煮东西？都主要是空间嘛，看的空间大一点，因为这个是主要是showroom 的话呢，我们就拿镜子来 bring out 一些 space 这样啊。那么如果是普通住家呢，我们都有其他的来代替的 idea， 对，那种有比较实用啊，材料比较实用。可是我的厨房应该可以安静，因为我都很少煮。可能镜子不一定是在这里，在那里都可以，没问题，在那里都可以。我很多是拿来摆美的，我们谁少煮那边？就是其实基本上在这边洗完碗碟就可以把碗碟放好，然后呢转个身呢就可以去煮饭，因为它的空间煮完饭之后就可以待在这边啊，吃饭哦一口。这你至少有三层到四层？对啊，至少有四层，最少要有四层，因为这个地方有人做了为你至少有四层。如果大家要做 island 的话，一个四层是最好的选择。对，最少要有四层。这样子的话，行动走动的话就比较方便，然后也不会感觉很有那个压迫感。对了，对了，好，我刚才看到这边哈，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空间，那个是属于什么空间呢？OK， 这个是属于一个可能就挂一个小的厅，可能小孩子啊或者什么客人啊，可以在这边有一个 section， 有一个空间让他们交流啊，两班朋友都可以啦。像如果你的大儿子带你朋友就要坐这边哦，你跟 family 就坐另外一边，不要坐电灯泡的，没关系。Amber， 你看这里几米？哇，他的这个干，因为他的地很大嘞，这是 semi D 还是 bungalow？ Semi D。哇，地可以这么大，什么地啊？大过我家。Landscape 极美，这里养鱼拍照是很美的，这里。对，哇，好漂亮啊！说如果你有，他屋身旁边有这样的空间呢，啊，我们就可以帮他规划，有这样的 landscape。对啊，就好像你去到那种 private 公园这样啊。对，说看起来 landscape 就舒适了。还有爬过山，给你去那边看。它可以放在那边，可以就是一个 outdoor area， 就是跟朋友在那边喝茶、吃饭，或者在那边做养多点鱼、做瑜伽，又来做瑜伽了。我们每一集都有瑜伽的哦。要不然你在石头中间做也可以。这边也是很有感觉 ，OK。做瑜伽是很 perfect 啊，这个地方。是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少呢，就是 landscape 它会 semi D， 尤其给你这么大的这个空地，他们通常给是一个小小一个浴室一个浴室，这个好大嘞，四层，哇，而且呢，每一个房间的这个隔离都是蛮美的做到，所以住在这边应该会很舒服。对啊，而且这边还有一个 garden 给你走路哈。这边就是可以给你就是走路，好啊，怕了车可以走，慢慢走，哇，然后车子可以趴在门口外面，对，哇，好棒。如果以后大家有水密地的话，不妨想一想做一个鱼池，可以养鱼，不一定是种草啊，对，就看客户了，他自己的要求啊，他一定要想养很多鱼，放一些鱼池在这里，要不然他就可以拿来种草。对。
我的儿子可能会拿来做游泳池。你养多点鱼给我钓鱼啊，这肯定跳下去的那个地方。对，其实我觉得住在深密地有一个优点，就是呢，如果大家如果不想要把这个变成客厅，他们也可以来做多一间房子，对不对？对啊，所以是可以就是改、就是、改变配合顾客的他的要求了，顾客的要求，说、基本上我们见到一个顾客，我们想要的就是了解他的需求，从那边开始的，我们跟他 plan 哪个地方，那么他家里几个 family member 全部都是这些细节上都需要了解。因为很简单，就是我觉得这边真的是刚刚这边有洗手间可以住一间房子，如果你家里有十个 member 啊，不是米粒也不够住啊，那你就可以住一间小房子在这边。是，所以那边就一个楼下就一个客房了，那边楼下就有一间客房。哇。这边还有一间小客房哦，不小了，好大啊！这间客房，客房的 design 就是简单哦，因为你不晓得谁会过来。那么你看一看，我们当设计的时候呢，这个设计图呢，跟做出来的一模一样，只是少了一个电脑送给你，是一样的东西。我们马上就在玩游戏，看少了什么，只是少了一个电脑，过去看一本书送给你，看不出我。但是你如果走近看的话，我本来想问他为什么有两个黑色，其实它是一个 3D 的感觉，它有一个凸出来，很 in out 的感觉，有那个层次感，有 3D 的感觉，很美哦。远远看好像有两条，好像是两个线个，原来它是做一个层次。这边这样子应该还可以看到，感觉上就很漂亮。我觉得你很喜欢有层次感的东西啊。是啊，我们都细节的东西啊。这镜子也很酷哎。吊子不一定要他custom买一个吊来，主要搭配得到就 OK 了。你不一定完全custom买，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搭配，外面找得到的我们就找来搭配。这样子就可以帮这个client省一些 budget。省一些 budget。最主要是跟他搭配得到就 perfect。最重要是那个效果。好，我们就继续的。这边有几层楼呢？这边只有两层。楼上还有四间房。那我们可以。那它一层大概有2000方尺了。对哈。楼下都2000方尺。哦，我知道为什么这么大了，因为它一层就2000方尺。对。怪不得我感觉怎么大过我家这么多，因为我家多了一层。对呀，2000方尺。来，上去楼上看看。来，来，它楼梯也很阔。比较宽，所以主要这边有 double wall， 所以你的空间看起来就比较大。那来到这里呢，是一个主要是一个另外一个 family hall。这边不怕没有人就位置坐，他们三个小小的号，就是你到哪里都可以。应该这个主人一定是喜欢请人家来家里哈，就是 party 啊、住啊，非常热情的。是啊，这些主要这个沙发呢，都是 custom made 的。说我看这个 coffee table， 因为为了它尺寸，说我们就把它custom made。这个也是 custom made 的。对，这个是马斯马布啊，马布。Black Queen 啊，用 Marble， 跟楼下的那个书房是一样的。对，其实用 Marble 它会带出一个比较高贵的感觉，就是感觉上整间家比较有钱哦。发现到吗？通常 Five Star Hotel 的都是用 Marble 的，你要做 Elegant 跑不了。如果你用那种 House 啊、Laminate 啊，就带不出那个 Natural 的感觉。Natural， 对，可是就是 Natural。Marble 会比较贵吗？价钱？肯定，那 Marble 肯定来的比较贵。那如果是说我们不需要全部都。用 marble 啦，就是说 certain 地方觉得重要的，就好像是 coffee table， 这个地方就可能有客人啊或者什么，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个 real marble， 所以就 bring out 出来它的 jewelry， 好 elegant。你看不到它整个房子都是有玩灰色吗？对，不是用白色，用灰色，比较高贵的灰，高级灰的这种叫做。那主要这边我们也是一样，就做一个 hidden door。就是原本是一些厕所来，所以我们就不要看到一个门了，就是就把它 hidden。这个厕所这么硬的，你看外面有一个 box up 包着这个区头这样的，完全看不出是洗手间哎。洗手间来。
哦，其实这一点呢，就是跟要跟大家讲，洗手间也可以很硬的 ，OK？ 我们家找不到厕所啊，人家来到厕所，哎，找不到了。哎，可是完全是看不出是洗手间一个，你怎么会？我以为是房间来的，好漂亮，好漂亮。而且它的包的整个的区域头真的是很有心思，上面还有板凳是。好，那我们先去看，这边有多少间房间？楼上有四间，楼下有两间。楼下有两间，一间是小房子，main room 的。哦 ，OK。然后这边有四间房间，哇，五加一。好，我们马上去看一下我们的房间，好不好？看哪里？哪一间先？就主人房，就先看主人房。好，那看主人房喽。这右手边，右手边，右手边。主人房。一进门口，这边就是一个可以是 desk station 啊，对 ，workstation，workstation， 哎，这边一个 table， 啊，这个应该是 custom made 吧，就是贴着嘛，全部都是 custom made 的，对，然后就感觉很省位，而且不会阻碍到，而且这个地方刚刚好哎，这个隔离，一口，我觉得这个隔离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这个 table 做粗一点的话，椅子的话就会很招待。放到底下那概念很重要，而且不能做太多扣。对啊，对啊，其实有两尺、三尺已经够了。坐也舒服，坐也舒服。哇，你坐在这边就感觉是很，其实很省位，我觉得这样子。对啊，这主要是有一个水顺，可以给你住在这边。毕竟那边老婆会在床上看看老公做东西认真的样子。老公或者是可以在床上看一下老婆认真重视。老婆应该在这里看书，看书要有文化一点。对。好啊，那基本上你的颜色就是浅蓝色跟蓝，是蓝色吗？说主要呢，这个是一看进来就感觉是蓝。我们就是这个图呢，我们就想找一个比较特别的，给它帮它 bring out 整个environment， 就 O2 了，比较 O2 了。然后刺激也是好像这个 coffee 这个table lamp 都是一样，我们就选 go color 帮它给带出来。但是我觉得他们每次都是比较 earthing， 可是他有一些 pop up color， 对 pop up color 感觉很棒，对，很重要，就看了特别蛮 boring。那我看这边有一个就是开起来就是它的 wardrobe， 对不对？本身这边我们就做一个 panel， OK， TV panel， 后面就是做一个 dressing。它梳妆台，它有一个很化妆很大幅的化妆台，很大的玻璃，对，可以在这化妆做东西。然后你这里就是一个 wardrobe， 它的 wardrobe 很特别哦 ，Amber， 你看看，是丢下来的，掉下来的。哎，它为什么不要做到脚呢 ？OK， 就可能我们这样做，第一就是空间嘛，空间就没有那么压迫感。主要因为有一些他们要求不需要太多的 storage， 我们就会这样做。所以主要我们就带那个空间。里面就在下面有，上面有，你就看到整个窝爪很压迫感。这个地方看来很压迫感。对。对，而且会感觉就是整个地方变小掉了。对对对对对对。这个 idea 也很好啊，它整个空间做大，而且真正的坦白说啊，现在的人拿东西刚刚拿得到，你太高其实。也很久没有拿，也是 wasting 那个 time， 而且这个做起来有那个空间感。而且我觉得很容易打脸干净，要扫的时候就可以扫到。因为我们的 wardrobe 如果做到尾的话呢，其实下面积了很多一些尘。对对对对。对，是一个很好的 idea。然后就是他们的洗手间，就是有一个 F 区。这个是原装的、原装已经高了。有了个的洗手间。那其实它这边有什么是已经包括了的呢？就是厨房，不就是厕所，所有基本上是厕所而已啦。冷气呢？冷气都没有包。就是厕所、洗手间所有都是用比较好的这个排大一大。好，看一下。它用的是波头。而且它厕所其实是很漂亮、很大，而且还有脚步系的厕所。Semi D 嘛，怎么地要有一个角度器来 show off 一下，不一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去就是这间第二个主人房啊。第二个主人房。OK， 那么这个呢，主要可能我们就
resort 一点 resort 的 feel 了，是吧？就每一间房我们都有做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了。而且它很透光，整个地方哈、哦，就光线很足够。如果你睡醒之后把这个窗口打开的话呢，整个光线就很足。嗯，就看看 3D 了，3D。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Exactly。其实我觉得你不用拍了、哦、直接用 3D 的照片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也知道有很多顾客都是看了 3D 之后，做出来可能底材呢也是 over promise， 或者有些是找不到那种 product， 而你们真的是可以找得到，而且是这一点我们要为你们连花也。也是他真的很厉害，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主要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就尽量、去配合。Perfect， make it perfect 啦。那有一些真的是找不到的话，我们就拿其他的代替了。还是你们在画这个 3D 的时候，你们已经知道你可以找到什么，你有什么才放进去？基本上我们。首先要开始设计的时候，我们会这样配，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找到的，可以做出来一样的那个最 perfect 嘛，对，顾客在那边都比较开心嘛，因为在这边很多他们顾客要的看的图到做出来的时候又不一样，他们可能就，来个没有那么满足了，那你的顾客应该每一个都很满足、哦、你把我们、这个、一模一样可以做到 100% 把我们这个 interior design industry 的 benchmark set 到很高了，以后我们的人找 designer 就我们一模一样 3D。 对啊，为什么那个可以走到一模一样你们找不到？很难，因为很多真的是做不到，我也明白，因为你画出来的时候不代表你们那个材料，但是你们很厉害，主要你们画得出来就可以找到。主要在这里呢，也是要配合的，因为这个顾客他就是让我们去自由发挥啊，就是说没有把这 limit 了，不是 limit 肯定是有，那么就是说自由发挥的意思。很多时候物主呢在这里啊，我们画了过后他就一直更改，那么有一些东西他就说外面自己找，那么当这样的话他配起来就好了。对，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哦，以后你要相信设计师。尤其是 soft finishing 啊，很多 soft finishing 他们自己都会讲啊 ，sofa 自己买啦、哪里有自己买，其实配起来就不是这个感觉了。对，那个时候你就不能怪你的设计师达不到你要的这个 3D 的要求了。强调一下，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顾客，为了就是省一点，我觉得很多都会这样。是啊。但是你挑有 budget to designer 啊 ，designer 会 work within 有 budget 的。其实我们都可以这样啦，就是不一定是说我们。跟他买到完，就是说有些东西他可以在外面自己本身看他喜欢的，那么就问过我们的意见，从那边我们就可以看一看他的搭配，这个是否可以，可以去 matching 他的 design， 沟通很重要，和 design 对，沟通很重要。然后通常你们是怎么样做的呢？就是 client 给你一个 budget， 然后你们就跟他说 OK， 你的 budget 就可以做出来是这样子，是的，然后你们就 work between the budget 对的去做，哦，所以就不会 out budget， 所以就 OK 的。好，那这边的也是蛮漂亮的，也是就是 custom made 的咯。像我们临走之前看看它的 workstation， 还有它的 wardrobe 是很配合的。它这个 wardrobe 也是飘起来的，但是下面还有一个格子，是很特别的一个底衫啊。下面打灯，它的 wardrobe， 黑白，而且它有关着的，也有 open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细心的，很方便的。因为有些时常穿了就放着你。我自从穿了，我喜欢这样子的 wardrobe，因为有一些刚刚买回来没有穿，如果放进去之后我就不会穿了，所以要把它放出来，要 remind 我要穿。而且在 wardrobe 里面打灯也很重要，是啊，有些暗的时候你全部黑色啊，你看不到哪一件。对，细节的东西很重要。这些细节。好，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另外一个这个蓝天房间。哎，这边的 space 也蛮大的哈，就这边两间。那我们看看这间房，好吗？哇哦。OK， 这间房呢就是一个小孩子的，可以算是 bedroom， 一定喜欢的他们。啊，对，说该有的就是小孩子，你知道他们做梦啊，写他喜欢。喜欢的画，他画喜欢的东西，给他们 credit 就是这个画的，对。哇！而且如果你不画的话，其实就很像一个 art piece 的权利。对，可以拿来做。而且这个可以拿来做那种它的高度，不要差，黑板嘛。对，你现在量两次，我下次再帮你量一次。一百零。还有机会吗？就
隔一年，我觉得真的他们是从这边开始聊来聊。而且不用买那种来连啊，这种 chop box 就很方便。是的，是的。嗯。对。而且他感觉进来呢，就很有颜色，有那个小孩子喜欢的一些感觉。我看到你的 3D 很像哦，来，这里看看。我们这边这样子拍过去。这个看过来就是这样的。嗯。这个重。这个 chalkboard 啊，对，那个图画，你看它 wallpaper 都是我们做的 exactly。它连这个熊熊也有，你看看那个熊熊，贝贝，它的熊熊也可以帮他找回来。对，贝贝，我感觉真的很棒，而且一进来就感觉很有色彩，我感觉一进来马上变年轻了，就感觉回到那个开心的那个感觉，小孩子嘛，还有小木马哎，而且这里有镜子，感觉上很大，嗯。镜子很重要，有些地方需要的我们就会放那个镜子，而且感觉空间很大，这样子放上去。而且 wallpaper 你看，它配合整个 wallpaper 蓝色的，然后有个云，下雨，就好像很可爱地方。你弄到你的小孩很可爱地方，很多小孩都想过来住了。对对对，它那个里面还有个云的那个方消放上去，好可爱耶。哎，上面的云一样。然后这个是 wallpaper 吗？这个是 poster， 我们 custom made 的 poster。我以为你可以找到这么棒的那个 wallpaper， 还有不同层次感的。对。很棒，很棒，很棒。这个应该是 baby boy 的吧？好，那随便一个都可以 ，unisex 的。然后如果你们有两个小孩的话，就可以放一个，下面再把它放多一个，两个人就可以住了。好，看看那边还有一间客房。这边是属于怎么样的感觉？一哇，这很美耶！这是属于哪一个 category？ 主要颜色，这个就主要我们去给它感觉。不一样的就是它的颜色，这个青色的一个 wallpaper， 这个 wallpaper， 这个 wallpaper 有 3D 的感觉，对，这个 3D 感觉，是的。因为我们看真的，你就觉得那个感觉是 touch 到我们的。不懂你们看 screen 的话，会不会看到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两个，因为你没有看到我们两个一进来就，做这个动作，手感很重要，因为我们想要摸东西，摸这个东西，手感 3D 的感觉。比较舒服的，有探索注意的，而且四间房间的感觉都很不一样哈，像刚才那个就是比较小孩子，然后这个就属于比较downtown一点点，比较 classic， 比较，然后另外一个就比较亮，比较 elegant modern， 哇，很不一样。四间房间，这个是你看它的 soft finishing 床，它的墙壁全部都是一个 tone。对，而且它的 wallpaper 很多都不同颜色，你看这边绿色。主要是这个是油漆，这个油漆卖货就是 wallpaper， 然后这个就是 gray color， 然后再转过去就是那个 wardrobe 的颜色，所以它整个房间是充满颜色，可是它颜色又可以搭配得到。这个就是要请 ID 了，你试下自己搭看。说你要看那个电视剧的，那电视剧很多人都是抄他的电视剧来配合他衣服啊，宫廷里面的东西啊，对，就是这也是属于 earth color 哦，整间房间。对。因为本身我们也是有做一些hotel 的 design， OK， 所以在这里我们都 play around 不一样东西的，也可以说是这个卡的叫什么 morality 卡的，也基本上差不多啊，差不多 morality 卡的这样的东西比较。可是我觉得很 challenging 啊，你要把这么多颜色放在一起。会吗？会很 challenge 吗？对底层来讲是不会的，是好玩。基本上我们也不会说一间房玩太多颜色，对，只我们玩的都是在每一间房不一样的 concept 颜色，在每一间房可以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一间房太多颜色的话，就变成 kindergarten 了。这个算很多的，因为通常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最安全的 ID， 这是我不是 ID 烂啊，就是有长错名的人会怪我。我觉得最主要是应该是三个就很安全，可是你这边已经是一二三四五个颜色，其实是你要会玩，要那个我就不要了，所以你不可以找我做 ID， 要找他哦。不会玩就变成 kindergarten 了，每一幅墙不一样颜色。
重要。但是 for kids 还好啦， for kids 还好，但是 for 那种我们大人的只要睡觉，因为睡觉的房间嘛，就是要比较舒服一点。甚至椅子也是一样，椅子不是一样，它的颜色啊，或者是它的这 surface 都是一样。它的 texture 也很重要，我觉得。如果你的颜色是，我觉得应该是 textures 的关系，就是那个 detail 的东西，那个就真的是要找 ID。这镜子也好美哦。这个也是特别的，这个。这个也是特别的，对。要抓出来，对呀，它抓出来。那这个 3D 应该也一模一样。Exactly， 哎，这个呀。又要看 3D 的我们。我觉得它就直接不用拍照，用 3D 来呈现就可以了，因为真的做到 exactly the same 啊，从这个 angle 过去。它连这个打灯，这里也是打灯。好漂亮哎！听说你们做 commercial 也很强啊。对，因为本身我们有做。Previously 我是有做 project 换掉那些啊，怪不得他们是用 commercial 的那个 star 来做 residential， 所以这么快，已经快惯了，快惯了，已经给了闭关了。主要前面全部要 confirm 了， confirm 的话后面就比较好做。对啊，我们就在外面好不好？外面的客厅还是很美，我们才做了一下。再给大家，如果观众朋友刚刚进来的话，给你看看第三人最喜欢的一个空间，就是他们的 dining。来来来，我们在那边做一个空间。好，大家来 ，Jackie 也可以拍一下这边，因为刚才都有人，那个灯很美，这灯很漂亮。就是 anything 是要用这种 gold，rose gold。哇，那楼梯很宽啊。对，你看这楼梯。比我的家宽一倍。三个人走都可以的。现在的他们的 hanging point 也是这些楼梯啊，因为很多我们看的房子都是，可能房子很大， common area 很小，它的 common area 够大。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说最贵的地方。我们最喜欢的，也是我最喜欢的，它是从楼梯到这个。我没有 island 来我的家，我现在应该，我每次看到人在家 island， 我就会吃醋，我就想到，家里其实有 island 很方便，很舒服，你可以呢，就是。在这边简单的吃个早餐，有时候因为我们是城市人哦，每天都赶时间。我觉得 island 对于每一个城市人都是很，而且这间房有两个 island 呢，对，所以如果空间允许就 OK 了，两个 island。那其实我你觉得你们其实你们就是刚才你有说你自己也是有那个家私，你们的家私就是有包括些什么呢？所有的东西吗？主要是 build in 呢，我们都是以自己的 factory 去做了 build in 的东西。所以速度可以快一点，对，速度快一点，还有在这边就是时间上我们可以 manage 到。所以 commercial 就很适合找你们，因为 commercial 通常要赶时间的吗？不过 commercial residential 他们都 handle 到很好啊，而且如果要赶工的话，可以考虑找他们。赶，因为底商的最怕赶了，坦白说，有时赶的东西又要美，就是很难，但是他们赶出来又很美。又可以跟 3D 一样，又很难得，但是要先 planning 好先啊，你要恐慌底商的不要变来变去啊。对，最怕就是变来变去的屋主。是啊，你可是这边有没有 over 你们的 budget 呢？就是在整个四季度的时候，就是跟你们 3D， 都是差不多一样还是？都是差不多一样的，这间都有一些是会 over 的，不过我们就拉长补短了，有一些东西我们就可以找到OK 的价钱，有一些东西。美漂亮的东西真的是 over 一点也没办法，就是你们尽量都会控制在那个 client 的 budget 的，所以就不会有 over budget 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 over budget 对于很多 client 都是一个很头痛的东西。我们本身呢最主要在这里啦，我们当我们跟顾客见了顾客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 estimate quotation， 从这里会来的对顾客也比较舒服。那么从这边顾客知道一间屋子他的 estimate大概是多少钱？那么从这那边我们再开始构思，design 或者什么样未来的比较实际啊。要不然很多时候，当我们画从一开头就设计的话呢，可能在这边很多屋子 owner 他们 afford 不到就是说 over 没有这样子的 budget 的话，是。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们要找一个设计师帮你包工的话呢，非常简单，你们就可能给这个设计师一个 budget。然后他们就会 control 在你那个 budget， 给你一个设计，然后他们就会开工，这样子是最安全最省力的做法。通常 over budget 呢是发生在自己屋主自己做自己的家，而不是给 designer 做自己的家。对的，对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自己的家，你对自己有要求嘛，可能这个你想买的时候又想买更好一点，那个又想买更好一点。对。那 designer 就是 within 你的 budget， 不能啊，因为我要帮 customer within 他的 budget 做。
就是就在那个把件里面。而且owner自己留在自己家呢，还会另外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哎，买了回来原来不搭的，就放去 store room。是啊，很脏。我有发生过在我的身上，所以我还是劝大家呢，ID 这方面真的不能省，而且再加上呢，我觉得 ID 其实是你们把全部的东西 group 在一起呢，真的省回我们很多的这个烦恼。因为当我要去面对做水壶的一个、做电的一个、家私的一个、沙发的一个、啊那个床的一个、island 的一个、kitchen 的一个，一间屋子堆太多了，对，灯光，嗯。时间上坦白讲，没有，不是说你想象中那么简单了，太多细节上的东西。而且当你如果你不是 ID 的话，你就不能把它 brand 在一起，那个错误就会出现。可是问题是，你们在你已经多久了呢？就是在这个 ID 的 design 里面，在这一行，04年毕业到现在，应该是也是有14年了，已经有14年。今年在14年里面，你们做的是比较多是 residential 还是 commercial？ OK， 都有 residential。现在residential 比较多，那么之前呢是 project commercial， 就project 啊那些 hotel 那些都有，只不过看了、看行情，算什么行情？行情哪一个比较好做？不是说OK project 呢就可能哪一个比较好做，这个很重点。你知道吧哈 ，project 就 payment 啊那些东西啦，所以residential 就比较。快收钱了。我明白，我明白。好了，那其实我们要问的都已经问到七七八八了。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问，请在我们下方留言，我们designer和我们会一一回答你啦。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再一次呢，就是谢谢我们的 ID， 可以再说一下自己，还有就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间 show unique 是哪一个？谢谢我们的 ID， 还有我们的 ID information 会在这个下方看到，叮叮。然后呢，如果要买房子的话，也可以在这个下方叮叮寻找。更多资讯哦，想要买这间房子的话，外面的地很大。我们还没拍照，我们先拍个照片。对对，还没完之前，我们一定要拍一张照片。来，我们就拍一个合照好不好？我们坐进去，坐过来一点可以。坐过来一点，近一点。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啊！我们喜欢这样拍照，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有一个。因为我们的 fancy 呢，真的是有注意我们的，我拍出来的照，我平时都有 post 嘛。他还记得上次我去 Amber 的家，我去了 Amber 的 Angry Bird 去一个厕所里面再拍一个照的话，他还记得讲那时候我是 T 才拍到那张照。那证明大家都有看我们的节目，而且我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坐这样久而且这样舒服。第一，它的椅子是 cushion；第二呢，它这个呢，它的这个脚刚刚好放进去是刚刚好的，这都是细节来的，都是细节 detail。好舒服哎！你看，坐在这边可以乖乖坐着。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有时候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因为也很夜了哈。KDK Building 的 Boss， 一起看设计，我们下一集见哦，拜拜。